没想到还能在自动回复里看连续剧。之前范丞丞的自动回复是正在细品，于是网友私信发自己的 CP 文寻求认同。结果今天再发的时候，发现范丞丞把自动回复改成品不动了，我真的大爆笑。丞丞，你不会真的点开看了吧？